首先公布第一类图书类 A 精装书，恭喜得奖的是优益科艺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千年一问正问故宫大展纪念画册，请出列到我们的舞台右手边。秋雨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Monica Those All Eyes 红国学院股份有限公司赖群群先进，第三名群丰企业有限公司戴路，第二名秋雨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一个都不放过当代艺术中的推理事件，第一名恭喜得奖的是孙维山印刷品企业社加上吉口对比设计工作室南台湾的守望者。有请得奖代表到舞台右手边这边进行预备。第二名秋雨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一个都不放过当代艺术中的推理事件，有请代表现在请立刻到舞台右手边。好的，好，来请得奖主得奖的单位代表请上台。这个阶段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台湾区印刷及机器材料工业同业工会朱勇理事长，有请理事长进行颁奖。稍待一会有请理事长颁奖的顺序从我们的最过去啊，对，就是我们最左侧哈，这边开始颁。好，进行颁奖。好的，我们获得第三名戴路先生的群光企业公司啊，它的拼命材质选用强了几分，加上它的硬质品质控制得宜，充分的表现了这个饱满的色泽，终是呈现了每个设计作品的想象力。不是第二名的这个得奖作品哦，啊，一个都不放过，当然就是以精湛的印刷品哦，呈现了作品图文的每一个细节。第一名，南台湾的守望者。整体加上了企划概念丰富而创新，印刷跟后加工精准到位。好的，有请我们的理事长和所有的得奖者一起来进行合照。恭喜第一位图文类 A 精装书所有的得奖者以及厂商朋友们，请看着前方的媒体记者朋友。掌声鼓励，谢谢。第一类图书类 A 精装书，恭喜，请回座。继续我们要公布的是第一类图书类 B 瓶装书，也请大家的代表移语到我们的台右手边。我的优异的是红蓝彩衣印刷股有限公司行侠随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设计学系苏文清农村巧艺。国立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7台湾优良工艺品年度评鉴专辑，恭喜第三名秋雨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蔡雪娟2018大师经典之作。获得第二名的是秋雨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承先启后罗丹与他的艺术圈。第一名得奖的是科艺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范游万境，请以上得奖的代表到舞台右手边进行集合。是的，恭喜我们这个组别第一类图书类 B 瓶装组，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接下来要来进行授奖。这个阶段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印刷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廖万来理事长进行颁奖，有请廖理事长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进行颁奖。恭喜我们第一类图书类 B 瓶装组，值得第三名的作品蔡雪娟2018大师经典之作。得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
他精湛的定制艺术表现出大师经典作品的四步、名步、彩步，还有影响的精致度。而2020成名以后，罗丹因他的艺术圈呢，是兼顾了亮步、暗步、阶调的这个层次，表现得非常好，呈现出了雕塑作品的多面变化。而第一名漫游幻境呢，是因为它同时采用了多种的印刷技法，产生了非常多的特殊质感，同时兼具了暗部跟亮部的层次，让成品能够呈现出彩妆造型的鲜艳度跟细致度，因此能够获得首奖，能够获得冠军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同时，我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中华民国印刷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廖丹兰理事长，在舞台上面为我们来颁发这个奖项，是我们第一类图书类第一瓶专属奖项。好的，有请我们的贵宾和我们所有受奖者、受奖单位进行合照。恭喜现场朋友，热情掌声鼓励。请受奖者、得奖者请随座，恭喜。继续颁发第二类杂志类，同样有请得奖者、受奖单位让到舞台的右手边，获得优异，恭喜沈氏艺术印刷有限公司茶艺，2017年9月62号。沈氏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Infinity Magazine 1月4号。科艺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CMI 中华电视集团2018年2号。恭喜获得第三名，沈氏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TAR 表演杂志 February 2018。第二名，科乐印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玩表生活年鉴。恭喜获得第一名，沈氏艺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8电影欣赏春季号。恭喜以上得奖的是第二类杂志类。好的，那么也有请得奖者、得奖的单位，现在也陆续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继续我们要来进行授奖。好的，这个阶段的颁奖人，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印刷商业同业工会林平和副理事长为我们进行颁奖，有请副理事长。第二类杂志类获得第三名 ，PR 表演杂志，这是以精准的印刷品质，让表现生动、表演艺术演员的肢体张力跃然纸上。而第二名玩表生活年鉴呢，则是把分色印制的工艺表现精湛，呈现出了精准的质感，还有细致的色泽。而第一名电影欣赏呢，则是用务实的印刷技术，加上高度严谨的印刷品质，呈现了电影的艺术，还有丰富绚烂的影像美感，呈现跃然于纸上，相当的不错。好的，有请贵宾和待会儿要得奖的这些的单位，还有我们受奖者，上面一本要来一起进行合照。这是我们第二类杂志类获奖单位以及获奖者，恭喜。好的，是的，因为我们杂志类获得的这个优异，还有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哇，真的相当相当不简单，恭喜。那么其实这一届的多样性跟制作创意呢，跟以往历届更加的精彩，而且呢有很多是把行销的概念加入的这个佳作，通过设计的视觉还加上了很多的表现力加持，让所有的这个拼命的这个材料或者是设计上更加的有魅力，恭喜。继续颁发第三类海报行路类，获得优异的是科艺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Adult Collection Spring Summer 2018。优异，红蓝彩艺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恭喜红蓝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金氏 G Class。 第三名，科乐印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表志，恭喜。第二名，康宝星光影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望显月。第一名，玉盛印刷事业有限公司安全建筑，建筑的漆盏灯。恭喜以上的得奖者一单位。这个阶段我们要邀请到的颁奖人是高雄市印刷商业同业工会吴文杰理事长进行颁奖。好的，这是我们第三位海报行路类，恭喜以上受奖单位以及得奖者，请到舞台上面来。注意哦。好的，获得第三位海报行路类，我们有请得颁奖人进行颁奖活动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三名银考制呢，它是以专业的质感兼顾了暗部跟亮部的层次，精准的呈现了各个表款的细节还有精品的质感。而第二名望显月呢，它是采用印染加上压纹技术，呈现了纸张不凡的特殊的表现。而这个作品呢，不同的压纹的质感也将它的纸的这个特色表露无遗。那么第一名安全建筑，建筑的漆盏明灯是透过细致的色彩加上印制的技术，忠实的再现了建筑艺术的这个风华，仿佛就如同在说出一个故事娓娓道来。有请贵宾和我们的受奖得奖者三位一起进行大合照，恭喜第三位海报行路类得奖者以及得奖单位，请掌声鼓励。继续颁发的是技术创新奖，恭喜莫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部分我们要有请引言人云林科技大学廖文成教授。其实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引领产业前进的典范。而这届的技术创新奖经过评审审慎的评选，也恭喜莫卡企业股份公司脱颖而出。那么有请我们的技术创新评审廖文成教授为我们进行引言。长官、贵宾，大家午安。午安。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哈，能够参加这个金鼎奖的评审哈。啊，又今天又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要来做引言哈。啊，真的非常感谢的哈。啊，我是学校教书的教授了哈，并不是业者，但是参加了这个计划以后，我才发现哈，我们社会上其实好多隐形冠军呐，哦，默默的在为社会做事，其实平常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尤其在印刷产业的哈，那这些默默的隐形冠军哈。其实他们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社会的这么的富裕幸福及快乐哈，我们真的是要感谢在座的业者了哈。今天要介绍的这家哈，也是默默的在努力的隐形冠军，也是我们新北市的印刷业莫卡公司，莫卡企业公司哈。哎，这家公司哈，它的产品特色哈，我个人参加这个评审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真的还蛮有特色的。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产品的哈，跟它的技术哈，它是利用可变印纹的这个数位印刷技术，跟这个密码设定技术哈，那利用材料跟制程的 R&D， 帮客户解决行销的困难啊，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哈，是公司有贴纸构造的专利哈，那配合它的 APP 认证哈，那有效的打击刮刮乐的这个仿冒哈，
这个具有技术的创新性。最后一点，它是配合新产品及软体的研发，开创独特的产品的行销配角系统，啊，开创这个市场的新蓝海，所以我们就可以这家公司难得的金鹰奖，也在这里恭喜莫卡公司。以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健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谢谢各位合作的语言。接下来有请台湾区印刷具及其材料工业同业工会助教理事长为我们进行颁奖。有请莫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高卓茂总经理上台授奖。是的，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引领产业前进的典范哦，恭喜。荣誉。继续，我们要有请莫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卓茂总经理发表得奖感言。恭喜！谢谢你们这个隆重的介绍。给顾后，我们各级长官跟我们去印刷业的先进。大家好，我是莫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叫高荣茂，你在西叫我阿姨就好。我要跟老公讲，阿母我得奖啊。很感谢金鹰奖的这个评审，给予我们公司肯定这个技术创新奖。莫卡，我本人深感荣幸。这二三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印刷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我在公司也跟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仁也开玩笑，台湾的三国进入为三国家，我是日本，因为便利商店跟我们是息息相关，也改变我。你看他一台那个 iBot 还有 Family Mart 的那一台机器，所有的证券表都是用那边印出来，把我们的生意都打趴在地的，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改变。所以莫卡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转变，所以我们开发出这个贴纸的印刷。那在这个贴纸上面，我们做一些变化。以往很传统的，在这个过挂机印在外面，我们把过挂机印在里面，为了就是避免在开放式的架上，还没卖出而被偷刮掉，而产生产品的下架。在这个推出了以后，深受很多饮料业、酒类。的采用，尤其在这个台湾烟酒、苏跑、黑松、味全、味丹，他们很喜欢用这个产品来做一些促销。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些努力，那我们莫卡公司，我代表莫卡公司感谢。再次感谢这个金鹰奖的评审啊，我们莫卡的同仁，在明年我们要满25年了，这些同仁没有一起过来，那他们的不离不弃，使得我要更加的努力来开发更多的。所以我们公司有一句 slogan， 发挥创意，制造乐趣，我们会更多的产品来用于这个市面上。最后我在这里要感谢这个我们的工会还有印研中心的这些团队，带领我们走出去展览，
还有一些SBIR 也好，还有 ISO 的建立来提升而努力，让我们公司受益良多。所以我在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团队他们。好，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家，谢谢。恭喜恭喜莫卡业务公司，也谢谢高总经理的经理，谢谢您。是的，莫卡业务公司呢，他们有一个宗旨啊，说只有你没想到，没有我们做不到，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继续颁发的是第四类包装类 A 彩盒类，恭喜得奖的是优益。科乐印刷事业有限公司 Johnny Walker 十八年礼盒，红旗科艺有限公司加上大运家全球有限公司长益珍藏红茶礼盒，凡纸文创有限公司将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亮点茶庄礼盒。颁发第三名，做完广告雪白萝卜盒。第二名，玉盛印刷事业有公司花灯大亨。第一名得奖的是千叶设计有限公司，加上台南市柳营区农会好礼道。恭喜以上得奖的包装类 A 彩盒类，有请以上受奖的三位代表请到舞台右侧进行预备。同时，非常恭喜获得包装类、彩盒类所有的得奖者。好的，那么请得奖者放到舞台上面来。这个阶段，我们邀请到台湾区印刷及机器材料工业同业工会吕进发荣誉理事长进行颁发奖项。是的，这个阶段来进行颁发奖项，同时也要和大家来分享第三名的雪白萝卜盒，它的整体印制计划完善，同时应用了特殊后包装技术，使得印制跟包装的设计相得益彰，也为产品的价值感跟故事性加分。而第二名花灯大亨，它的印制相当细腻，同时以黑色的盒子搭配色彩缤纷的腰带设计，也显现出了灯会的热闹特色。获得冠军，获得第一名，好礼道以稻梗作为主要的视觉，同时展现出了蒙家的新郎行扣比比红西瑞这个喜悦。除了这个包装呢，包覆性之外，同时还有强烈的故事形象在里头。这是我们第四类包装类 A， 这是我们彩盒类包装的部分。恭喜以上获奖的单位。那么也感谢在舞台上面我们进行颁发奖项的是台湾区印刷及机器材料工业同业工会吕进发荣誉理事长，我们进行颁发奖项。同时呢，印刷也是商业行销当中为产品加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包装这个方面，让产品的话题性能够增加。同时印刷业呢，也在这个方面追求技术的这创新的同时呢，也从行销面的方式、行销的角度来进行思考。那么除了彰显出技术的特色之外呢，也更有助于企业的知名度提升跟市场的拓展，因此也相当相当的重要，尤其是在第四类包装类的部分。好的，有请我们贵宾和我们得奖的单位一起进行拍照。请给第四类包装类 A 掌声鼓励，谢谢。接下来公布的是第四类包装类 B 纸箱类，得奖的是优益永丰鱼工业用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厂金砖巧克力礼盒，品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光汇蓝牙手提旅行箱奖，品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果实记凤芒鲜脆干。第三名永丰鱼工业用纸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厂典雅韵味高山茶礼盒，
第二名永丰鱼工业用纸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厂随心果茶吧。获得第一名的是永丰鱼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桃园厂大唐数位视觉设计工作室马九一茶酒，恭喜以上获奖三位。好的，这个阶段获奖单位的代表也请到舞台的右侧来进行预备。稍待一会儿整合整备完毕之后呢，我们就要到舞台上面来进行授奖。这个单位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单元要邀请到的颁奖人是中国印刷协会马立毅理事长，有请理事长到舞台上面来进行颁奖。有请第四类发装类 B 纸箱类得奖三位领奖代表，请到舞台上面来。纸箱类的得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众多、非常多的多元性。好的，包含了有新鲜巧克力礼盒啦，或者是旅行箱音响，甚至呢包含了高山茶礼盒。或者是包装那个果茶，甚至于像茶酒等等。好的，获得第三名，理雅定位高山茶礼盒，它是以高山茶园做礼图跟茶叶的点缀，以红色袋袋塑造出礼盒的形象。同时，礼品的结构呢灵活，而且具有多变性，展示的效果跟实用性。而第二名。来自于永丰鱼工业用纸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厂的随心果茶吧，这个印制表现相当的精湛哦。那结合了这个摇奖箱的结构，设计充满童趣，还可以变成卖场的焦点。那第一名，它是以数位印刷的手法，相当特别哦，加上白牛皮的材质，展现了环保的概念，传达保护少数民族不会被科技污染的概念。因此在印刷当中也传达了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故事，同时还结合了玩心在里头。这是包装类一纸箱类的部分。同时也恭喜获得了第十二届台湾金鼎奖，有请一位和我们的授奖单位代表一同进行合照。再次的掌声恭喜！谢谢，请回座。第五类数位印刷应用类，恭喜得奖的是优立新台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祥瑞系列文创商品。陈雅欣图文印刷有限公司日乙敬业作品集，台湾金恒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博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夏积分获得第三名。第二名，冠气科技印刷有限公司佛像 3D 线雕，获得第一名的是新台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晋王羲之快雪石金铁数位回春金折书。以上是获得数位印刷应用类。在台湾印刷企业有8000多家，那么其中80%以上是中小企业。那么在面对数字化跟行动科技的发展狂潮之下，目前需要跨界的整合的思维，才能够面对市场的趋势，因此才能够有不一样的变化。我们恭喜数位印刷应用类得奖的厂商以及单位。这个阶段我们要邀请到的是社团法人中华印刷科技学会叶振立理事长进行颁奖。我们有请理事长。而数位印刷的部分也是在这些年开始跨界整合，才能够在瞬息万变当中的市场灵活的应用，
让印刷可以有序经营，让印刷可以有不同的变化。获得数位印刷第三名的夏冰冰，他采用的数位印刷 Smart Dream 万花筒城市，它展现了上千种不一样的包装底图，并且采用了亮面铝箔、局部透明材的设计。第二名的佛像单一剑雕，它是一战的三面剑雕，技术展现了佛像当中各种的细节，光顾着线条、光影的掌握，就有法喜充满的感觉。而现代化的数位微喷技术呈现在日本和纸的线材上，也就是晋王之快雪式轻铁数位微喷这个折书上面所展现出来，也是我们第一名的精彩作品。恭喜这第五类数位印刷应用类所有的得奖作品，也恭喜我们的得奖单位与代表们，有请我们颁奖代表、颁奖贵宾和我们所有代表们一起进行大合照。再次掌声恭喜第五类数位印刷应用类。继续颁发第六类其他类，获得优异的是科乐印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周年，新海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8旺德福月历。获得第三名的是森美山印刷品企业社，加上几座电梯工作室2018台南县美长春校明信片包装。第二名得奖的是高野企业社，高雄市印刷商业同业工会创会60年级的特刊。获得第一名的是十分视觉整合设计有限公司马蒂兹系列纸样。恭喜以上所有的得奖单位。这期呢，我们要邀请到新北市经发局黄碧玉副局长来进行颁发奖项。我们稍待会儿，等到我们的得奖单位从上台之后，我们再邀请您上台进行颁奖。恭喜！恭喜获得第12届台湾金鹰奖其他类奖项，包含了有我们的优异第三、第二以及第一名。在这里，我们恭喜新北市经发局。